您认出来了？他们是我们那个浙江昆曲团的母团。是。因为我们去年四月份剧团的领导创排了这个剧，他们邀请我当那个艺术顾问。嗯。因为这个戏啊，今年还要去世界各地去演出。是。真假美猴王啊，或者叫双星斗啊，所以我没有想到，这是给您准备的一个惊喜。包括我们浙江昆剧团的两位团长一直在观众席上看着刚才每一幕的这个表现，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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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哎呦，猴王，你想说什么？下面由张老师为我们再表演一下，好不好？好，这个金箍棒非您莫属。我现场给您找一徒弟，刚有人在场上边喝着那首歌边扮演过，过来。我真是觉得太不好意思了，在老师面前。你就这样挺好，就适合年轻的朋友，轻松愉快。因为你不管怎么说，他一站，这是谁啊？美猴王孙悟空。对，没跑。我不敢当了。咱们先做一个动作哈，你看这样。好。哎，眼神啊，小刚才他做的挺好。眼睛那个神很重要。要有点眼白，有点眼白。王源那猴近视，有点近视。这个手不能挡脸，这样啊，对，很好。如果你这个手要这样也可以，你看翻过去，一定你看他很聪明，一定在这位置，先不能挡上，好，就这个状态，我们叫精气神，对吧？所以你拿着棍子很好，你同样你这么拿也可以，这样拿，你看啊，你这样拿，你们正面人看我就看见棍头了。你稍微斜一点点，你看，就好看了。很萌。刚才他表演那一段已经很好。嗯。最新的年轻的一代演员，我们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健康的成长。好。好吧，谢谢，谢谢。小儿的未来就是通天大道，宽又阔。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曾经带给过我们无数经典回忆的这些艺术家们，可以在传递给我们记忆的同时，指引我们未来艺术。